近日，据美国军工科技网报道称，在2016年珠海航展的中航工业展台上，出现了国产歼15舰载战斗机的模型，并且处于非常显眼的位置。其实，早在2014年珠海航展上，中航工业就首次展出了歼15模型，从而打破了歼11系列战机不以任何形式参加这一航展的历史。如今，歼15的模型再次出现，其背后的意义值得深思。有美国媒体表示，中国核动力航母才是真正的大杀器，是对美国海军最大的武器之一。弹射版歼15的出现，从侧面证实了中国核动力航母确实存在。因此，在珠海航展上展出歼15模型，就是为了体现中国航空工业的实力与自信。通过仔细观察，还可以发现歼15模型所配备的是国产太行系列涡扇发动机，而非俄制 AL-31F。模型上所配备的各型机载弹药也均为国产型号，如霹雳12中远程空空导弹和霹雳8近距离格斗空空导弹等。此外，为了适应未来中国航母装备弹射器的需要，歼15还发展出了弹射型号，主要是加强了前起落架的结构强度，并且配备了牵引杆，改为弹射起飞后，歼15的机内燃油和外挂弹药载荷。